观众中国家今仔日伫南山举办今年模范父亲表扬活动，表扬国川所推选出来杰出父亲，并且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。乡长李树斌率领着国川的模范父亲，做伙切鸡两个，嘛增加活动的闹热气氛。在乡长李树斌的带领下，观众向国川的模范父亲做伙进行切鸡两个的仪式，祝福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。李树斌指出，受表扬的模范父亲，拢是国川所推选出来的优秀父亲，对家庭和社会拢真有奉献的精神。咱今仔日的这个活动吼，是观众向105年表扬模范父亲的这个大会，咱在鹿南吼，观众向的鹿南川来办理。这是咱国川哦，认真去推算出来大家拢是足优秀的对家庭、对囡仔教育、对社会的奉献，拢是得到真个的肯定所以算出来咱今仔日利用这机会来甲表扬。活动随后，阁有工作招待大家品尝社区的特色红米餐，和国川的模范父亲甲家人度过快乐的一天。一生啊，甲拄着一摆呀，当然是非常的欢喜啦。阮家乡这几年的各项庆典，拢轮流伫各村举行，增加乡民甲社区的交流，促进乡内各界的团结。咱阮家乡要用模范父亲、母亲、模范农民，拢是伫咱各村里来办理，因为咱这个舞台会当自由活动，互咱遮受表扬的。到各村里去大家会当有这个互相的这个交流也好，也是互相观摩也好，对社区的这个发展吼，大家拢是要互相来参考。观众乡这项模范父亲的表扬活动，除了有安排真侪表演节目以外，也动用大批的志工来协助活动的进行，展现观众乡团结的精神。记者尤明伟采访报道。